从我个人来说哈，带的几样东西，因为我们是学中医的，我们知道每个地方不同，我们知道中医的正气内沉，邪不可干啊，所以我们在去到哪里，就要根据哪里的气候情况、饮食情况、那个人的体质情况。比如说这次去香港呢，我们带的就是陈皮啊、高丽参啊、黄芪啊和那个西洋参啊，还当然还加了一点点藿香叶在里面。嗯，香港那个比较湿，但是我这两年以来都是带着这5-6种这种随身的，我们不叫药，我们叫做平安茶。但是我自己会调配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要放一点高丽参，什么时候放一点西洋参，什么时候放一点麦冬。